好意思，我今天首先抱歉我迟到。那个我也没什么可说的，我只是觉得我两个孩子，这两个老师教得非常好，然后参加各种比赛都还满意吧，所以我觉得力所能及吧，做我自己该做的，我觉得明月吧，毕竟是咱们中国的一个根，那么发扬一下在国外，希望他能生根在国外，所以说尽我的微薄之力，谢谢。